哇，你那个这个肉绵轮哎，这真的是一根树干绵轮。哎，它这个还可以无限加面，因为它面摆不下了。我光随便夹一块都这么大，这太夸张了吧？啊，我的面呢？我的面呢？然后你看，满满都是葱的拉面。哦，有叉烧，有叉烧了。来呀，女儿出嫁咯，有没有？那种怀石的那种甜点的感觉哦，来，我来吃哦。啊，好软的。嗯。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, but can you 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?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, so we can.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.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. I said, 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Cause it's my lazy day. Hello, 大家好，德瑞克，这是我们待在台中的最后一天。那中午的话，我们要去拍一个很厉害的拉面。它的叉烧肉啊，它不是以片来计算，它是一片而已，但它一片的分量跟年轮一样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哦。Hello， 早。今天的话是学妹之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拍喽。Well, I don't know about that. There's a whole list full of all the things we can do, but I wanna do none. Wish that you did too, so you can just keep.哇，你看这个肉绵轮哎，这真的是一根树干绵轮啊！这到底多大啊？这应该是有十人份的控肉喽，超重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这个还可以无限加面，因为它面摆不下了，它底下的面是一坨，它底下有一坨面，对，它底下有一坨面，然后上面还有炙烧过，超夸张的，我帮你给他拍一张好不好？好啦，这次我们餐点到了，我们唯一一个失算的面就是这个，超大的。然后你看，满满都是葱的拉面，跟这个的话是上次我没有吃过的，这是东京 cheese 牛奶，它上面有这种 cheese 先制造过，然后底下是豚骨牛奶的面，它基本上它的白汤汤底上次吃过很好吃，而且它的面应该是你喜欢的，它是有点细面，对，细面，然后是好吃，但是又有口感。来，我们点的这一碗是葱，里面没有面哦。对，单吃苹果吗？这很特别，哎，柠檬的味道我有闻到，对，它很酷哎，苹果、柠檬、洋葱，然后番茄跟嫩鸡肉，好特别啊！他说这个是那个静冈，日本静冈是有这样的吃法，等一下来吃吃看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开胃清爽，我光随便夹一块都这么大，而且你看这个大到要这样。要用剪刀自己去剪来吃，然后我来吃哦。啊，好软的，阿公也可以吃。浓缩好几倍，它的肥肉，你不要看它有点白，它肥肉完全就是酱油的那个卤味已经都跑进去了，而且入口即化，不会有油腻的感觉，它感觉把油脂有点煮出去了，有点像是吃卤的很嫩的控肉，然后肉有那个烤过。所以它还有一点焦香味解腻，哇，这个会，好想配个白饭啊，因为我看不到面啊。我这样剪一块，不是就是差不多一个空肉饭一半的大小了吗？对啊，这超夸张的哎。夸张，我都不知道我在拍什么。这是里面最小的一片。这是最小的一片。对，你看一下口膜面度 ，OK 吗？太夸张了吧！这太夸张了吧！啊，我的面呢？我的面呢？我可以客诉老板说我的面呢？葱豚，苏汉，它其实里面也有叉烧，我上次有吃过，你把它拉一下，捞一下，对，你捞一下，捞一下，哦，有叉烧，有叉烧了，对对对，哎，面呢？面呢？哇，它叉烧很多块，很多块，很多块，啊，有，还有，OK，哎，这边，它还有面，你最爱吃的葱，我在挖宝吗？葱控的天堂，对，看。我们学妹已经忍不住跟那个叉烧自拍了，你有看到？啊，可是这针对冲恐惧症的人，可能会是一种害怕的地狱。
满足你了吗？它的豚骨真的好吃，而且我跟大家讲，这边的好吃的是吧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本身喜欢吃有一点辣辣的话，可以加它这边的这个特制辣油。叉烧你试试看，它叉烧你上次还没有吃过。对啊。它瘦肉算嫩哦，它瘦肉算嫩，然后有一种炙烧的香味。它肉很入味啊。好入味哦。哎呦，你怎么变日韩国了？它叉烧真的很厉害，它叉烧味道很够以外，它都有炙烧过，然后薄片叉烧比这个还要更口感还要更扎实，它上面的烤的那一层皮还有点 QQ 的，哇，那个气质好重哦。它的面是这种细面，你最爱的。耶、yeah. yeah. 嗯。好吃好吃。真的，它汤真的很好喝，跟上次我们在桃园吃的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上 ，OK。我先吃吃看它的这个汤头好了。看起来很辣。哦，它感觉是比较温和的泰式东洋贡的那个味道，然后它含了一点日式的那种酱油香，对，因为东洋贡以前都是只有刺酸辣，啊，它这个没有，它这是多了一份那个蔬果的甜，番茄加嫩，不说还以为是健身餐呢。嗯，哦，很清爽，很开胃，而且它这个柠檬，我本来以为说它放一片没什么味道。它的柠檬味都融到汤里面，它面反而带点辣味，辣味在面上面呢。汤不辣，汤还好，汤就是甜甜，然后刺刺的而已。嗯，喜欢吃辣的这个可以，它这个不是冷的，它这是热的。你刚才才讲的，它装的容器是那个农村家的那个。你看这个，我女儿要出嫁了，你的塞子。哎呀，女儿出嫁咯，有没有？这超可爱的，拉面店里面，然后出现一个农村的这个，然后里面又是放西式的甜点。对，这个的话是看起来好像是马吉哦。马吉。哎呦，Q 的。Q 的。哦，它底下还有红豆。还有红豆。对，它马吉底下还有红豆。这个可以吃吧？干嘛？你是想拿去吃是不是？你。马吉好吃哦。好吃哦，哎，草莓刚好又现在丢席了。哎、欸，它马吉，我本来以为是会冰到硬硬的，就它还是 Q 的，好特别啊！它有花生粉、马吉红豆，可是上面又有草莓的那个酸甜，可我比较想要吃这个冰淇淋，因为它还有一点谷片。呀，它冰淇淋很好吃。那你的少女心喷发？我刚才有讲啊，我哪有少女心？到底到哪里？刚刚那个是台湾的那个西洋的农村风，现在这个是日式宝藏盒。哎呀，凉掉啊嘞！哇，不知道，哎，这个是糖水。哦，它这是日式的那种，有点怀石的那种甜点的感觉哦。好可爱，超漂亮的，它是要加到让你自己加到汤，自己加料，你的芋圆，然后红豆、绿豆、花豆跟这个好像是白木耳，然后还有一只小熊，然后这里面是白玉那个汤圆跟珍珠，好屌哦，自己加的。里面有包东西吗？那个马吉。好，那今天的话，这一间的店基本上非常好，而且你带不管是带女朋友、带朋友来、带家人来，都有适合的餐点。那刚刚那个莲轮大家都看到，那莲轮真的好吃，好吃不夸张。它那个莲轮一个好像是600多，但是基本上因为它本身是可以直接加汤加面不用钱，所以你点你可以，我就认为啊，你莲轮可以4到5个人，一个人差不多100出100块左右而已。你就可以吃到那个，那再点这个甜点，超赞。对，那这一间的话，拉面本身的话，我很推他自己本身的豚骨拉面，他豚骨拉面很好吃，而且尤其是他的叉烧也很好，他叉烧都是炙烧过，而且都卤得很嫩很入味，不会太腻。
超赞。那店家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拜。